按照惯例，老大身边总有两个小弟和他狼狈为奸。这个是狼，樱木，号称用少女眼泪记录青春，只要知道女生的学号和班级，就能征服她。天使从天堂掉下来。这个背大贺长得就让人想霸凌他，才跟着徐太宇先霸凌别人。同学，你有没有看过寰宇搜集吗？里面有西藏天葬的照片，那秃鹰啊会吸人的尸体然后就飞走。同学，你有看过寰宇搜集吗？